大家好，前段时间发了两个关于我们家的玉米粒遭受霜冻的视频。今天兰州的一位大姐私信我，说她是专门做那个有机肥的，看到玉米粒成了那个样子，心里感觉不太好受，农民人一年的心血又白费了。说是他们研究出来的那个有机肥可以把遭受霜冻的那个玉米粒缓活过来，他也不是打广告推销，不要我一分钱，给我寄过来一些，让我赶紧捧上试一试。下面我把他说的话给大家发出来，大家可以听一下。你好，我是在头条上看到你的，我看你发了好多视频嘛，然后你这块玉米地不是受灾了嘛，不是被冻了嘛，一年到头就靠这点庄稼着了，再受点灾，你说说是不是白辛苦了？我的意思是，我是专门做这个有机肥料的，你不要多心，我不是卖给你的。我现在你给我发一个地址，我等会儿发快递去给你带着发一瓶，然后你呢，把你补种的这个玉米苗那儿你喷上，然后我告诉你你怎么施肥，就是咱们再来一次霜冻的话，也不会把你的这个，你也不会再受灾了。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抗寒抗旱的作用啊，然后还有一个防虫抗菌的作用，还有一个保花保果的作用，还有一个增收增产的作用。所以我的这个肥料你运了呢，你就其他的基本上基本上就不运了。但是你可能我说的太多你也不相信，我就想我给你寄一瓶，然后你自己试一下好吧。第二次补种上之后，现在基本上都出来齐了，这就是现在的长势情况，长势还可以。希望捧上那个有机肥之后，就是加速生长，长得更快一些。快递可能明天就到了，大家拭目以待。再次感谢这位大姐。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环境，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